张阿姨，这样下把春我加了，刚说叫我跳舞。哎，没来这样。你以前我刚刚不去跳舞。哎，你干啥？要是开啥玩笑？一样讲会得会跳舞。哎，张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跳不成了嘛。当然了。我跳不成啥好办法？ 哪能老早还有哪帮人呢？跑了。要死了！明早一早我就要跑了。侬要去啥地方啊？去苏州了。屋里向人邪我加班，要当官的。我听讲，社会局要拿户口关脱，讲啥要推动新生活。搿么伊拉要阿拉去何里搭？要阿拉去做啥？勿晓得，只好自家想办法了。伊去苏州，侬好去老李的手套上呀！我要回乡下头打小人去了，就是洪家。是呀，洪家剪了手头发呀，介许多年数，多少人勿是为了看洪家来啊？洪家生来就应该是跳舞的，别的生活伊做勿来啊。 我不会让伊拉拿户口关脱的。颁发禁令，母亲与亲生活要有对时，社会青年深陷其间，身心遭受极难，危及命。
Oh,